Thank you very much. 新郎哥, 今天的心情是怎麼樣呢? 歡喜 歡喜而已啊, 不是爽嗎? 爽 是爽喔, 不是歡喜而已啊, 這個是爽啊。 那現在呢, 我們在, 邀請我們的長輩上台之前呢, 要你們兩位先做一個交杯酒, 因為結婚呢, 這交杯酒呢, 就象徵著兩個人, 二合一, two in one, 二人一体, 那无论什么样呢, 就是你要承担了, 那新娘有不开心的话, 你要怎么办? 那谈过去三二哥他想去旅游, 你觉得怎么样? 可以给你付这个头啊。 谁出钱啊? 我出钱啊。 刚刚说得漂亮啊, 好吧, 给个掌声新郎哥好不好, 就是这样啊。